3:2。樊振东导演大逆转，梁靖昆无奈挠头，队友都看呆了。2021乒超联赛继续进行，男团半决赛汕头名润对阵山东卫侨，双方实力相当，相必是一场硬仗。当然最引人关注的是大小胖之间的一封对决。前两局樊振东遇了慢热连丢两局，第三局开局又2-6落后，所有人都表示梁靖昆要横扫樊振东了。但是小胖没有放弃，直落三局完成了大逆转，并且在决胜局打出7-0梦幻开局，被逆转大胖已是想不通，只能是无奈的挠头。而坐下场下的队友们也被樊振东的表现惊呆了。第一盘双打，曲海东、林高远和周启豪、周瑜打得难分难解，不过关键时刻都是山东组合抓住了机会，3-11-9完成横扫，这对了第二盘上场的樊振东带来巨大的压力。更重要的是上一次对阵樊振东不在状态，梁靖昆大比分3-1取胜爆出大冷门，在心理上大胖占据绝对优势。